敢有啥物愿望？过去的愿望。你几岁啊？86。86啊、喔？啊，你伫遮偌久啊？我嘛袂记哩，来遮八甲空哩。哎，啥物希望都袂占到啦。爱要怎啊厝个安尼，家己门口四界行，无法度啦。你20几岁你要升学，20几岁你要结婚找工作，那30几岁你可能要生小孩。其实人穷极一生忙碌，很多那个时候事实上是可能是为别人而做。当他年纪大了，那他可能不太需要去承担这些压力的时候，事实上他就可以开始做自己。可是真正他要做自己的时候，这个社会不给他做，就待在家里就好，你不要出来跌倒。老人啊，其实是很孤单的。你好。哦，说你很棒啊。棒啊。很好。刚站。嘿，可以查不？嘿，阿妹吼，骑奥多拜骑1000公里哦，穿越，嘿，超越千里。拿起来借你戴戴看。欢迎啊。阿妹有个感动哎。快心地好起来哈！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后面来！嗯 ，Mika， 欢迎笑姐！欢迎笑姐！你刚考入的哈？